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吃货导演白眼先生 Jason。一猫，过年情人节去吧，拜拜。今天呢，老白的出题非常非常的明确，就是教广大的男生朋友们怎么样做一束花，是女生绝对会喜欢，不会拒绝的。好，我们马上就开始动手，教大家做一束情人节必赢的玫瑰花。首先呢，它既然是女生不会拒绝，而且是与众不同的花，所以它所谓称为叫玫瑰花，但是里面肯定是没有玫瑰的。我为什么做玫瑰花我会饱呢？然后呢，我们就是要来考虑一下，一般女生会喜欢什么东西？除了玫瑰，除了花之外呢，女生最喜欢的就是很有少女心的东西。少女心，少女心，少女心。对，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准备的东西，当当当当，就是草莓。没错，在情人节的这个时候呢，刚好是草莓开始上市的时候，草莓是任何一个女生都无法拒绝的。呀呀呀，控制住控制住，我不能就把它吃掉，总共也没几个，我要用它来做花的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两盒新鲜的大草莓。然后女生喜欢的第二个东西就是甜甜蜜蜜的东西，那是什么呢？当当当，巧克力。巧克力呢，其实什么巧克力都可以，但是越好看的越好。我本来家里还有那种80%、90%浓度的巧克力，但那个吃完了女生应该会打死你。好，巧克力这两样呢，就是今天主要的东西。其他呢，你需要准备一些竹签，没有的话去烧烤摊偷一下。然后准备刀和砧板，接下来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一步，我们要来切草莓花。草莓花怎么切呢？就是沿着它外面一刀一刀一层一层的往里切。这个具体的步骤呢，大家可以去厨娘物语看草莓的几种吃法。这个匕首有毒。好了，像这样一个不是很好看的草莓花就切好，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竹签捅它的小菊花，对，轻轻的，捅进来。好， OK， 我们这样就获得了一只草莓玫瑰，它叫做草莓玫瑰。好，第二朵草莓玫瑰，来，同样捅进去，稍微轻一点。好，第二朵草莓玫瑰做好了，以此类推，我们就做一堆的草莓玫瑰。巧克力呢也是一样，我们把这个巧克力球拆开，然后捅进去，找个小洞洞。巧克力花。对，然后以此类推，你可以做你想要多少个草莓玫瑰或者巧克力玫瑰，你都可以做出来，想做多少做多少。接下来你需要一些包装纸，这包装纸有点皱了，然后我们拿这个包装纸把它给围起来。围起来，我先装个样子，你看，围起来，然后再拿一个包装纸，好看一点的，少女一点的，把它围在外面。然后有麻绳，对，拿麻绳，把它绕起来扎起来。对，你看，最终的效果呢，就会比这个更大一点，更精致一点，然后更有魅力一点。然后这个扎好之后就非常漂亮，像你送到女生面前的话，哇，没有一个女生能经得住这种诱惑，经得住这种的感动，她肯定会潸然泪下，然后同意跟你约会的要求，或者同意你的告白。好了，下面我做一束真正的草莓巧克力玫瑰花来给大家看，然后大家就可以照着这个方法做一束属于自己的情人节花，送给自己的心仪的女孩子。等我一下，我一会儿回来。一束用心的、精美的、令人难忘的玫瑰花是情人节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把我的玫瑰花做好了，我要亲手送给你，亲爱的，准备好了吗？祝你情人节快乐，跟我在一起好吗？一生一世永不分开，这束花是我亲手特地为你做的，你喜欢吗？希望大家能过一个甜蜜幸福的情人节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半。金钱呢是买不到真爱的，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没有金钱的话，也很难幸福的过下去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的真爱，然后一起努力，一起赚钱，创造自己幸福美满的生活，一起加油。拜拜，情人节快乐，拜拜。你对我说永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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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太昂贵的誓言，也看不见，最后随着浪涛消失不见。